大家好，我是卡特。今天卡特为大家介绍是我们学校最喜欢的机器，这一台四合一多功能机。OK， 那它有什么功能呢？它有非常非常特别的笔的热转印功能，以及我们的屏障功能、帽子，还有马克杯。那今天卡特为大家示范的是我们四合一多功能机的一个笔的热转印功能。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怎么样做使用吧。好 ，OK， 接下来开始为大家介绍是我们四合一多功能机的一个触控界面哦，它是触控式的。我们按一下 OK， 这边可以设定它的温度。那我们现在设定是175度，那这边是设定秒数的部分，我们现在设定是35秒。OK， 再按一下 OK， 那目前已经升温到一定的温度了，已经到了达我们175度了。OK， 那我们笔都已经摆好了，很简单，摆好笔之后，它一次可以印到6支哦，6支的笔哦。好，我们静待35秒之后就可以看结果喽。OK， 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把它打开。好 ，OK， 这样就已经转印完成喽。我们现在笔部分已经转印好了，我们把它撕开。好，我们四合一多功能机的话，搭配碳粉印表机，哦，它可以直接做到一个热转印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效果的话，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看，然后牢度也是非常的 OK， 转印上去之后都不会掉。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四合一多功能机的介绍。那今天为大家所说明的是我们笔的热转印的部分，哦，这是非常多学校最爱的一台机型。好，那喜欢的朋友赶快跟我们做联系哦。